是可以直接看到里面有个蓝眼罩了你的，懂吧？我记得我最近玩游戏被蓝眼罩到照，他就他照了我之后，他会给我视野的，他会显示那里有一个蓝眼照到我的，是真有，不骗你们，真没甩锅。我这几天玩游戏都，我都感觉到是有的。更多火药。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直接买布甲鞋子吧，虽然对面是个死哥，但打瑞文不买布甲鞋容易吃大亏。回家吧，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哎，那个训练模式能不能拉别人进来的训练模式，我想拉个水友进来，我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 bug。 如果有的话发个抖音是吧，搞点粉丝啥的。Shut down。 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我的剑。我现在不能买鞋啊，为什么不能买鞋？因为我没找表哥，所以兄弟们有想要买鞋的话可以找我表哥，表哥微信 DIGG88， 什么潮鞋潮服都有，15天之内不满意包退包换，退换都会给你包邮，不满意不用花一分钱，买了就会给你负责到底，不会说买了之后售后就不管你了，只要你不满意你直接退就行，或者说尺码不对你直接换就可以，都会给你包邮的。吐了出来，我的心是铁做的。每把都被爆杀，你可好聪明哦！为什么会有你这么聪明的人呢？你好棒棒哦，坚持下去，你智商 IQ 1800。干不死你，哎，还补了个兵可以，不亏不亏，甚至还有一点点小赚呢。我要一路扛
伊尔吉沃特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人人有份。我要夺回世界的一切。完了，哥们心态肯定崩了。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更多火药，死亡的潮汐预示我的归来。当心炸药桶，爆困火爆。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又一个，我尼玛，就是在伤口上他 A 桶只少了一发品位，但他也不够杀我。想象 A 桶子，那他就不应该交一啊！说实话，他一好像没挡到什么伤害，他的一。不，他这波想法确实是没问题。想象 A 桶子，想象 A 桶子先摁 W， 然后 Q， 然后再一，然后再 Q 踹大。兄弟们觉得呢？哎，我应该蹲他，我蹲他，他死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我是有骸骨的，我刚刚可以蹲他的，提前放一个桶子 ，A 炸桶子，要再 A 他就死了，很猛的。哎，好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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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根本他妈该出北呀。哎，感觉像吃了一口屎，好不容易吐出来发现塞牙了。杀不了死哥，走不过去呀、啊、他虚弱我了，他只要往后拉就可以了，他也有鞋子。血肉才有分量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他回家不会直接。要不会直接咳血了吧？龙是我们的，可以，我们两条龙。要不交闪吧。咳血，干不死他，没有点了。
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烧吧，人人有份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这个活血点燃没好，我也不好近身呀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被他分身 A 死了，我想等到出闪金再踩。我怎么感觉出不了闪金？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好害人，好害人，差点被他起舞了，兄弟们，更多火药，差点被他起舞了，让他的鲜血涂满码头。我们领教一下重型火，憎恨的人并没有用，人人有份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<笑>小龙要拿，我看看我来不来得及。咱们死哥肯定来不及。为什么又不出木刃？最近分段有点偏高，都是大师的，所以就不瞎搞了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
been slain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卡莎莎好高。 Double kill. 不是啊，不是瞎搞，是没那么多经济啊，没那么多钱呢，没那么多钱，你掏个木刃保什么？啊，我都说了很多次了，木刃是保命装，你哥巴都没那么多经济，你保啥命呢？ 死哥来了。 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这个破剑子，正面打团推的话，感觉还是推不进去。 和海水中重生，脏东西！这些人在下路哦，我哥又往下路走了，我们清完线跑喽，大没有。 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，在炮弹里醒着走吧，苗改。 破剑者 YYDS， 人人有份，好受多了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 What the fucking doing?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What the fuck? Holy bullshit! 还差点银色币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差不多200护甲。 130，我看。电脑有点卡，兄弟。
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？所有大炮，我200点护甲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我操！我走了十个，没事没事。我以为他捡了我100都没看。我不知道你在这秀什么东西，一点点。打死你信不信？你还没见过血吧？又一个，烧吧！死亡轰炸 ！Legendary， 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我还没到呢，哥们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Legendary。死亡的潮汐。下路，下路，正面未必推得进去。此刻进来直接把兵线清了是没有办法的。
中这十个。我操，什么伤害？我的，我应该去拆他，这十个打人好痛。什么牛马？这不是驴将的号吗？不是，这是他粉丝，他加我好友的时候说了他是洞主的粉丝。把他们吊在沙上。真是稳，我操，这牙手移的好快喽啊！又失去灵魂。没成功啊。